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蓝海项目无人播剧拉爆流量，小白也能轻松日入3000以上的一个项目。目前视频号平台处于一个风口期，是普通人入局的最佳时机。许多优秀创作者及普通用户争先恐后的涌入这个平台，想拿到结果，就像2020年的这个抖音一样啊，并且收益相当可观。但是很多人苦于一个烦恼，就是没有自己没有优质的这个创作能力以及文案脚本创作水平。其实不必焦虑，别的赛道啊。我们做的这就是这个无人播剧的方式啊，非常猛，非常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实操、变现方式以及电影资源的这个下载资源、下载地址，全部都有提供啊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播剧拉爆流量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